作为冷藏行业的集成供应商，常州市玉兴冷藏设备有限公司成功承建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冷库工程，包括上海光明森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奉贤日产120吨菌菇和邢台日产160吨菌菇生产基地，光明乳业奉贤配送中心，上海外经委原非20000吨冷库工程，伊利梅州25米高冷凝处理中心，伊利苏州物流配送中心，华润苏果南京马群物流配送中心，正明现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浦东、闵行、无锡物流配送中心，深圳德信昌广东物流配送中心等。优异的工程质量更加巩固了玉鲜冷藏五宝天下鲜的品牌形象和玉鲜在冷库领域的影响力。